远门村遭到血洗，村中40多户人家惨遭灭门。前仆万象，踪迹可追。令。远门村的命案是妖孽所为。归元镇向来安稳太平，可最近一段时间却命案频发。 身为一流的捉妖师，我必须得替天行道。多少捉妖师有去无回，你们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。果然是蛇妖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 万本无根，借法于生，斩妖灭宗。